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糖糖姐姐。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美羊羊。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我是猪猪侠。美羊羊，我有一个事情想求求你。你现在不是牙医吗？对呀，对呀，我现在呀是一个牙医呢。我的爷爷牙齿都掉了，已经吃不了饭了。那小问题呀，来找美羊羊牙医。那美羊羊，我们来帮助猪猪侠的爷爷吧。好啊好啊，糖糖姐姐，那先要把猪猪侠的爷爷请出来呀。那我们现在请出猪猪侠的爷爷。看看都有什么呢？张开牙齿，哦，一颗牙都没有了。那我们要给他镶牙，看看小镜子，美羊羊要看看牙齿里面是什么情况。哦，这个还有一点牙齿，我们要用钻给他钻。你疼不疼？哦，好好疼！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。好了，那爷爷爷爷，你的牙齿啊没有了，我需要给你镶牙。好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那看看，我们镶牙需要用到模具。彩泥。镶完牙之后还要给爷爷，对了，刷刷牙。还有小镊子。这个是做牙套。现在用白色的彩泥给爷爷做牙。好了，彩泥取出来了，你把它放进模具里。打开，把它取下来。你先把边拿下来，多余的。最后拿下来牙齿，牙齿做好了，快给爷爷镶上吧。的是大牙，小的我们放到前面来。爷爷爷爷，牙齿我都给你做好了，现在都帮你镶上吧。给爷爷把牙齿镶上。镶上牙齿了，爷爷你吃东西的时候就不疼了。
上就镶好了。好了，爷爷的牙齿镶好了。镶好了之后啊，因为刚刚镶的牙，爷爷你的牙齿还不稳固，我们要给你做一个牙套。做牙套要用到绿色的材料。我们做牙套的工具，取下来。哎呦，牙齿现在就松动了。给它贴上。看，我们牙套已经把这个小绿柱放好了。现在呀，还要用红色的，我们要给它紧一下，让我们的牙齿啊牙缝小一些，这样以后爷爷的牙不会疼。给你搓一搓。把它围上。看，牙齿镶好了，我们的牙套也戴好了。现在呀，给老爷爷刷刷牙。我们取一点绿色的。取一些白色的，把它混合到一起去。看，两面真牙膏。好啦，老爷爷，老爷爷，我要给你刷牙了。张大嘴巴啊，刷刷刷。小朋友们刷牙的时候，每个牙齿都要刷三遍，每个面我们也要刷三遍。牙齿刷干净了，戴上牙套了，老爷爷。每天呀，要多刷牙，这样牙齿才会更健康。好的，美羊羊，谢谢你。猪猪侠，我们回家了。谢谢美羊羊，谢谢美羊羊，我跟爷爷回家了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美羊羊今天帮助了老爷爷治好了他的牙，给他安上了牙套。那我们呀，平时要爱护我们的牙齿，吃完糖记得刷牙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再见。